这回好不容易憋出来一个价格啊。王国文出价12820，而徐莎莎出价22810块，这是第八个机会，两个价格有正确的吗？呀、啊！810，可以说谁对了，谁就是胜利者，淘汰另一个，是你？我。我。也许也是他，他都没有信心了。来，我们一块来看正确价格。呀！12820，不错，很好，现在才来状态了。徐莎莎，谢谢您参与购物节，好，长安休息。停，咱们看看他是谁？莫中胜。欢迎你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江西小江的骆中胜，希望大家支持我。哦，按道理说，你应该跟我一样瘦才对，因为这儿都写得很清楚了，我只不吃饭。为啥你只不吃饭呢？我只洗碗。我看，验证一下，我只洗碗。我只洗碗不吃饭，你有毛病啊！我全部都吃菜，全部都是好菜，所以长得才这样。是，挺好。来，赶快把洗碗。搞在这儿，把这个不吃。我只吃饭，我跟你讲。这样，我给你贴在这儿。我只，你再拿手把洗碗捂住。我只吃饭就更好了啊！我只吃饭。我也要洗的饭。饭后百步走，能活90岁。不管吃饭不吃饭，到购物街不用走，要跑的。这个游戏厉害了，争分夺秒。这样，我们先看看你有可能获得是什么。来，贝贝，这就是我为你准备的新型吹大师矿化水器，它用的是天然矿化过滤工艺带来弱碱性水，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人体的酸碱平衡。采用的美国进口 KBF 加纳米超滤膜过滤，有效的清除水中99%的余氧及化合物，对抑制细菌、污垢、水藻的滋生效果非常显著，并且它的工作方式也很独特哦，是依靠自来水本身的压力矿化出健康好水，不用电也不用加压，这样的话就不会产生废水，可以说是健康和环保的双重选择。我们平常节约用水也需要争分夺秒，看看你能不能胜出了。我们这里有个标杆价格是6425，它并不正确。四个圆盘依次入位，做出你的判断，然后迅速跑到这里，按动按键器。如果你按下它，听到的是按下这样的声音，砰，对不起，不对，如果听到的是这样的声音就是正确了。但是一切这个动静一定要让我们在30秒之内听到啊，过期不候，只能回家刷碗，那就问题了。来，站到初始位置，给他